叶大哥，人我给你带来了。很好，拿去，先买点吃的过来。叶大哥，外面那条狼狗饿了一天了，要不要给它带点吃的？养它是为了咬人的，给它吃饱了，它还会咬人吗？嗯。对了，你去向渔船买一捆旧的铁链和船锚，记住，给价不要太高，就说。 回收厂药的，是，走。叔叔，你是少奶奶的朋友吗？为什么要绑我？请你放我们走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叔叔又不是坏人，你们别怕。叔叔请你们过来呢，是想跟你们说说话。对了，你们是世贤的孩子。 为什么这么千辛万苦的过来找到了他，却又不认他呀？叔叔想不明白。你认识我爸爸？你们不是早就知道郑少爷是你们的爸爸吗？姐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找到爸爸了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钢琴叔叔就是我们爸爸，是爸爸救了我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小金。 你听我说，爸爸一离开我们，就和别人结婚了。他早就忘了妈妈和我们。如果让你知道，你很喜欢的钢琴叔叔，就是丢掉我们的爸爸，我怕你会受不了的。可他是我们的爸爸，你没有权利瞒着我。姐姐，你骗我！他就是我们爸爸，他没有不要我们，他是好人。 他救了我，他不可能不要我的。如果他真的关心我们，为什么他从来都没有找过我们？你忘了妈妈是怎么死的吗？他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要下田去做事。他的病，他是被折磨死的。但是爸爸呢？他过着有钱人的生活。 他没有照顾过妈妈，你还认为他爱我们吗？妈妈每天晚上刺绣，天天做到三更半夜。他生病了，通宵了都不敢让我们知道。他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才能带我们去澎湖找外婆。 可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的爸爸呢？他在做什么？你说，你说呀！我忘不了妈妈对我说：“要我听舅妈的话，要我照顾外婆，要我相信爸爸，他很爱我们。”妈妈一直到死前。 都相信爸爸是爱我们的。如果让你和爸爸见了面，万一他讨厌我们呢？如萍是怎么说的？你忘记了吗？你不要说了，我不要听。你一定要听，不然你永远都不会对爸爸死心。如萍说，外面的坏哥哥坏姐姐会来抢他们家的钱。 他就是这样说的。我们只是被当作要抢财产的坏小孩。我没有，我只要爸爸，我不要他们的钱。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想的呀。对他们来说，我们就是讨人厌的坏哥哥、坏姐姐。我宁愿找不到爸爸，也不要被当作是要抢别人钱才回来的人。你呢？你说呀。 可是我好想跟爸爸在一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7年前，是爸爸先不要妈妈的，不要我们的。现在，就算他想见我们，他也没有资格了。我们是妈妈的孩子，是外婆的孩子，就是不是他的孩子。
爸的家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家。你不要担心，姐姐会永远陪着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姐姐。没错，你爸爸这两年过得很快乐，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来找你。像他这种养尊处优的少爷，怎么可能甘心和你们妈妈一起做小生意过日子呢？确实，他以前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但是毕竟你妈妈那时候年轻，所以他才会下定决心和你妈妈一起私奔的。只不过生完了孩子，你妈妈也老了，而且你爸爸也厌倦了那种穷日子，所以等老爷叫人去把他带到厦门的时候，他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会安平了。他回了厦门之后，娶了又漂亮又有钱的美芳，还生了如萍，可以说这几年你爸爸过得实在是太幸福了，他又怎么可能想起你们呢？虽然老爷和老夫人为了郑家的香火着想，想把小杰给接回去，可是你爸爸说了，把小杰接回来可以，可你们的妈妈就不用再接回来了。哦，你爸爸还说了，大不了给他一笔钱，就相当把小杰给买回来了。现在郑家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身份了，他们会过来把小杰给抢走的，到时候你们俩就会分开了。小杰，你愿意自己一个人去郑家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一个人去，除非姐姐也去。可惜啊，如果你去郑家就可以当上洋行的少爷，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。我不稀罕，除非姐姐去，要不然我就不去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与其分开过好日子，倒不如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过苦日子，是吗？嗯，没错，我和小杰宁愿吃苦也不要分开。好，那你们放心，叔叔会帮你们的，帮你们离开郑家，让郑家的人永远也找不到你们。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因为叔叔和郑家有仇，我不希望他们找到未来的继承人。这个理由够了吧？啊，如果你们不相信叔叔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走，叔叔不会妨碍你们的自由的。这只是条狗，父亲的治安不好，我养它来是用来防身的。姐姐，我们要相信他们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现在跑出去，也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跑。我觉得这个人很怪，我也不喜欢他，但是我们现在跑出去会有危险的。再说，万一他放狗咬我们怎么办？我看，我们再等等，找机会再跑吧。小姐，该吃饭了。小姐，今天有你最喜欢的咖喱，我喂你吃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吃，我要出去。你不吃就算了，那就放着吧。我要吃饭，我饿了。就说嘛，吵吵闹闹的，当然要饿了，还不乖乖吃饭。
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疼啊，一定吃坏东西了。哎呦，应该没有问题才是啊，咖喱味道这么重，我也闻不出有什么东西坏了。反正我也不知道。哎呦哎呦，好疼啊，我要死了，我要疼死了。小姐，我好疼啊。你怎么了？小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哎呦，好疼啊。哎呦，我去叫人来看看，你等着。好疼啊，肚子好疼啊。哎呦哎呦，好疼啊。说的任何一句话吗？妈妈，如萍，爷爷跟警察出去了，奶奶说不可以把你放出来，怎么办？宝贝，你相信妈妈会做坏事吗？妈妈，你最好了，当然不会做坏事了。你现在去仓库把铁锹拿过来好不好？好。要小心一点啊。嗯，快去。小姐突然说肚子疼，你比较有经验，去看一下是不是吃坏东西了。别让他们知道你来找过妈妈了，好吗？好，注意安全啊！快去。这一两天，我会把这两个孩子带走。我已经跟广州那边的人说好了。到时候在车站后面的小巷子里准备好车子，把他们直接给带走。车站后，来看一看。走那边走啊，好点。喂，闪开！这是我的车。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有两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，快去救人呐！对不起，请问一下，是什么小孩？什么样的小孩？一个小女孩，一个小男孩，我不知道他们是谁。他们在哪儿？哦，在那边。快，快带我去！哦。使劲儿，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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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出来了，来，好，我接住了，来，又，哎呀，是个男孩，就在那边，快那边，快点，快，哎，别靠近了，对不起，让一下。还有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出来了，来，使劲儿，来，是个女孩子，来，怎么回事啊？真是医生，
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到底怎么了？来来来，阿伯，来，快点送医院，快点啊！你，哎呦，真是可怜呐！好了好了，都散了，散了散了散了。爸，你来了，是不是有孩子落水了？不是他们，也不知道把孩子抓到哪儿去了。我在街上问了所有的人，都没有人看见那辆车。郑老爷，警长要我通知你，树林后的救农社有人看到那部车停在那里。快带我们去。好的，在那边。叶大哥，这是你的。啊，给孩子们吃吧。那吃吧，吃饱了好上路。上路？吃啊。东西都在车上了吗？都在车上了。吃啊。怎么不吃啊？你们不吃啊？好，那就上路吧，把他们绑起来。叔叔，你不是要帮我们吗？干嘛要绑我们呀？对呀，我是说过要帮你们一家团聚，没错。你们不是很想念妈妈吗？那我就让你们和你们妈妈一起团聚，不是很好吗？老实点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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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！只怪你们的存在会破坏别人的生活，会让一个人非常非常的不开心。放开我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别动！别动！救命！好了，你们很快就可以和妈妈重逢了，带走。好，走。放开我！好，救命！我不走。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走！快点！放开我！走！走！老实点！快点！快走！走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你走不走？走啊你！老实点！啊！别跑！站住！快把他抓回来！快跑！先上车！快跑！快！你还跑？哎呀，哎呀，臭小子，别跑！哎呀，喂，哥哥，哎呀，哎呦！阿帆叔叔，哎呀，快去救姐姐！秀君，站住！哎呀，哎呀，我，臭小子，快！把小杰给我带回来吃。阿凡船长，小心呐！哎呀，哎呀，秀君啊！哎呀，救命！秀君，这啊！站住！帮他装上车。是。上去，给我拦住他！哎呀，哎！阿凡叔叔，小心呐！哎。小金，阿凡船长，阿凡船长，小金，站住！小金，站住！小金，嘿，阿凡船长，小金，阿凡叔叔，打死你！小金。是以前大宝哥教过我怎么脱开的活结，还好我还记得。那帮我解一下。快点。他们要带我们去哪里呀？哎，等一下，车一停，我们就赶紧跑。你不要管我，只要拼命跑就行了。嗯，仔细的搜。是。前面仔细找找。嗯，那边瞅瞅，好好看看啊。
怎么样？啊？没有。郑老爷，怎么样？车子走到这儿就停了，不过地上有些脚印，看得出是往那个方向走的。我们已经派人巡线去找了。有没有看见两个孩子？哦，有农家的人看见两个男人抓着孩子往那边走。我们快过去看看吧。